您在上天的恩典及诸佛菩萨的祝福下求了道，得了三宝。得道就是当初佛陀及无妄经来的修行者宗教家心一生之力所追寻的永恒之路。过去因为天时位置，道是单传独授，得道者稀，修行者常有看破铁鞋无觅处之憾。如今上天慈悲大开普度，得道者众，求道者可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虽然得道容易，也是自己累世佛缘根基深厚，祖上有德所致，所以当您求完道时，大家都给您道喜。Generally